哎，你在家呀？我以为家里没人呢。我在家。那个，我不得不说啊，你唱的确实挺好听的。啊，挺好听的。哎，我拿着东西行吗？你靠边，靠边，挡我地儿。我唱的好听不好听，用不着你点评。拿什么冰啊？干嘛呀？不干嘛呀。冰冻脚丫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晚上我看电视，介绍俄罗斯的冬泳比赛。哎呦，哎，零下十好几度，零下十好几度啊！哎，他们那河面上都结了这么厚的冰了，特别特别的冷。可是啊，有好几十个小伙子就站在河边，哎。 什么都没穿，就穿一个小泳裤，就站在边上，一点都不冷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他们怎么那么筋动啊？一个个倍儿酷的就站在那儿。所以，从昨天晚上的那个时刻，我就立志，今年的冬天，本人也要参加此项冬泳运动了，要做一名潇洒的运动健儿，冬泳。白日做梦。 再说了，这夏天还没到呢，离冬泳还早着呢。哎呀，这就是你不懂了。啊，冬泳啊，可千万不能临时抱佛脚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循序渐进。所以，一定要先从夏天冲凉水澡开始。那你冲凉水澡就冲呗，那你没事泡什么脚啊？循序渐进嘛，姐姐。 还不懂啊？不懂。我呀，先用凉水泡脚，是要啊让我这个脚啊能够适应冰点以下的温度，然后我再用凉水冲头，是啊让我这个头也能够适应冰点以下的温度，最后我再冲凉水澡，让我的身体能够完全的适应冰点以下的温度。 这样，我就能够在冬天的时候，在冰冷的河中遨游。遨游，遨游，遨游！你干嘛老跟着我呀？你是我朋友，我不跟着你，我跟着谁呀？你干嘛不走了？有情况。鸽子，还挺可爱的。它的肉一定很好吃。什么？ 你要吃它呀？那有什么呀？我在饭店吃过烤乳鸽，可香了。你说你除了吃，你还知道什么呀？哟，这鸽子的翅膀还受伤了，快看！真的耶，真受伤了。我一定要把它给治好。治好它多麻烦呀，还不如烤了吃痛快。 你再说，我跟你急，我绝对不会跟一个吃鸽子的人做朋友，知道吗？不吃就不吃呗，发那么大火干嘛？哟，姐，回来了，小姐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箱子里，看看啊，噔噔噔噔，鸽子，鸽子。 这哪来的呀？我从小花园捡的，你看，它这翅膀受伤了，估计呀是被那主人给遗弃了。嗯，真可怜哎。哎，你不会想收养它吧？咱爸妈可不见得同意啊。哎，爸妈要是同意的话，我就把它给收养了。爸妈要是不同意呀，我就等着它给伤好了，我再给它放出去。 反正这鸽子啊，是会自己找家的。哟，我弟弟还挺有爱心的呀，可不是吗？不愧是我弟弟啊！行了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回房间了啊。嗯，嗯。
姥姥。哟，姥姥。哟，胖婶儿，又给闺女干活来了吧？哟，看这架势，是给孩子们做饭来了。可不是嘛。哎，对，姥姥，我得提醒你一下啊。又怎么了？您没听说最近东南亚禽流感闹得厉害啊？听说了。嗯。哎，咱们这儿不是控制住了吗？是。那东南亚呀，那离咱们还远着呢。哎呦，离您是远着呢，可是对那小鸟来说呀，那小菜一碟儿啊。人家都长着翅膀了，忽扇忽扇忽扇的，跟开小飞机似的，嗖嗖的，说话就到了。回头那外国流感鸟刷下来了，正好和咱本地那健康鸟落一树杈上了。哎呦，你说巧了啊，还是一公一母。嗨，结果俩人就对上眼，你说在一块儿，你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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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都传上禽流感了。哎呦，别说呀，你分析的这个还真有道理呀。不光是有道理，我还有依据呢。就咱那小区东边有一养鸽子那老头，您知道吧？知道啊。怎么了？就昨天晚上突然高烧不退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哟，那不是让他那鸽子传染上禽流感的吧？哎呦，这事儿啊还真不好说。不过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小心没大错啊。姥姥加点小心啊。哎，我上小卖部买点吃的去。哎哎，回去吧你。哎呦，是得加点小心呐。哎呀，哎，小雨啊，姥姥来喽。姥姥来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就可以做好吃的啊。哎，姥姥姥姥，你先把那东西放下，快看这个。看什么呀？看啊。我瞧瞧。鸽子。哎呀，不是，哪儿扔的鸽子呀？小青花那捡的呀。哎呀，不要，别动，不能动啊。哎，可千万不能动啊。怎么了姥姥？这是鸽子，又不是那毒蛇，它不会咬人。我知道它不咬人，可是它能传染禽流感呐。禽流感咱们国家哪有这个呀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你怎么不知道啊？现在东南亚呀正流行禽流感呢。哎呀姥姥，咱们这是中国，不是东南亚。可是刚才我听见胖婶跟我说了啊，说咱们小区东头有一养鸽子的老头，他就得禽流感了，都送医院抢救去了。哎呦，别，这只鸽子就是那老头养的吧？哎，赶快给我扔了去，快去！不行，姥姥不能扔。你没看见吗？他现在这翅膀上有伤，就算是我给他送出去了，那他就是等死。等死也不行，赶紧扔了去。姥姥，您就让我收养他吧。不行啊。那您就让我留着他吧。说什么也不能留。哎，您看他多可爱呀。哎，别往我这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到时候你爸回来，我可让你爸跟你算账。那我爸回来之前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收养他了？谁说可以收养啊？那这样，先放阳台上去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小雨啊，你可得洗手、洗脸、消毒啊。哎呦，东海呀，你可回来了。哦，妈，您怎么在这儿待着呀？您要累了，干嘛不回屋歇着去？在这儿多容易感冒啊！我哪儿敢歇着，我就是等你回来，我跟你说事儿呢。啊？那您坐，您坐。什么事儿？是不是那几个猴孩子又惹您生气了？回头我收拾他们去。不是孩子惹我生气，是只鸽子。鸽子？你说这小雨吧，捡回来一只鸽子。我让他把这鸽子扔了，他就是不扔啊。嗨，他愿意养着你就让他养啊，这孩子小，从小多培养一点爱心，养养小动物，那也是好事嘛。你没听说呀，现在正闹禽流感呢。不是早就已经给控制住了吗？哪儿啊，我今天下午还听胖婶说呢，就咱们小区里头有一老头，他养鸽子，他病了。你说他养鸽子他能得什么病啊？那肯定是禽流感呗。那可不一定，您想，他要是真得了禽流感，那防疫部门那不早就采取措施了。哎呀，不怕一万还怕万一呢。我明白了，您说的对，这个动物身上即便没有禽流感，肯定也有很多其他的病菌。哎，这样您可以啊，这个巧妙的从侧面跟小雨说，比如说啊，摸完鸽子要赶紧去洗手，别跟这个鸽子有太多亲密的接触啊，以防止那病菌传染，这不就行了。您回来了。哟，哎呀，
小雨啊，你怎么还提他在那儿？哎呦，我爸不是没看见过他吗？对吧，爸？哎，看看小白。哦，他叫小白啊。啊，是我起的好听吗？嗯，好听好听。东海啊，啊，你赶紧说孩子呀，你让他把这个赶紧给放了啊。哎，怎么能放了呀？他的翅膀受伤了，就算给他放出去，他也不能飞，万一被那野猫给吃了怎么办啊？这还真是，这还真得把这伤养好了才能放，你要不然怎么办呀？不是啊，那回头他伤养好了，那孩子病了怎么办呢？啊，快，赶紧先给他搁阳台上去。哎，行行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，小雨啊，赶紧洗手洗脸啊。哎，东海，拿消毒水啊。哎哎，好的。赶紧消毒这家里都得啊。这都春天了，就算你在外面待一宿，也不至于冻成这样吧？我穿凉是咋来着？哦，咱们家的热水器又坏了。我这是为了我今年冬泳做热身。哎呀，我现在啊，感觉我都缩成一团了。就您这体格啊，还能不缩成一团吗？我这体格怎么了？你别看我瘦，我浑身都是腱子肉。你呢？被猪似的，一点肌肉都没有还不说，浑身都是囊串。我说你们班那些女生怎么老笑你？冬泳可能减肥了，冲凉水澡也特别能减肥。不可能，你骗我呢。我骗你这干嘛呀？你想啊，用这凉水往你身上一激，你浑身的肌肉和皮肤全都绷紧了。你今天紧一点，明天再紧一点，后天再紧一点，大后天再紧一点。我跟你说，不出一个月，你就能减下好几十斤肉。我减完肥以后，女生就会喜欢我？当然了。我这减肥呀，我豁出去了。我一天我冲一回。哎，小雨，就冲您老人家刚才落地那声儿，您一天啊，最起码也得冲五回。我。哎呀，冻死我了！哎呦，刘星。我说你这么瘦，是不是你从小就冲凉水澡啊？那倒不是，我小时候对这玩意儿还真不感兴趣，但是现在还真挺感兴趣的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说不定哪天你哥我就横渡万里长江去了。哎，去！哎呦，我跟你说了吧，你别冲那么长时间，你非逞能，怎么样？感冒了吧？哎呦，我得让爸去带你去医院。哎呦，啊，什么？你别让爸带我去医院啊？你傻呀？啊？如果爸要带我去医院，他肯定就知道我病了。咱们这宏伟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？给你拿块感冒冲剂去。什么？感冒冲剂？对。你回来。妈。你拿感冒冲剂，万一让老爸发现了，咱们这计划不照样也得泡汤吗？哎，也有道理。那我就把我的配方给你吧。啊。哎呦。谁呀？你啊，姥姥啊！哟，您怎么了？怎么打扮的跟那个印度女人似的？千万别碰我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呀，可能八成，也许是传染了禽流感了吧？禽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呢？真是的！怎么不可能啊？就是你那只鸽子传染的。
那现在传染的也应该是我呀，我是第一个先摸鸽子的，那第二个传染的就应该是小雪，第三个就是流星，怎么会传染给您呢？真逗！哎呦，别过来！哎呦，那这么说明了吧？就是禽流感呐，先攻击体质弱的人，比如说老年人，就像我这样的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你们小孩了。哎呦，小雨啊，今天啊，千万别去上学了啊，就在家待着。不是，你万一到学校，你把这禽流感要是传给同学了呢？啊，万一同学再传染给家长了呢？哎呦，万一家长再传给同事了呢？万一同事再传给……哎呦，了不得了！哎呀，了不得了！哎呀，小雨，千万别上学去了啊！说的还真有点道理。哎呀，正好我还有点困，我先补一觉去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妈，怎么了？您病了？哎，别过来，就在这待着。哎呀，可别过来啊！别过来。您这怎么了？您这是？我得禽流感喽。您上哪儿得禽流感去啊？您啊，最多是普通感冒，要严重点呢，也就是发烧。我试试您头热不热？别试，待会儿我把你传染了。快，没那么容易传染。行，要不这样，我去拿一个体温计给您试试体温，看看发不发烧啊？要是发烧，回头咱去打一针就没。哎，小雨，你怎么了？你也感冒了？别碰我！哎呀，我禽流感了。你什么时候就禽流感了？谁跟你说的呀？是姥姥说的，说我是一只大害虫，所以姥姥不让我去上学了，怕我传染给我们班同学。哎呀，妈，您说您这都哪跟哪儿啊？您不看电视啊？你不看新闻呐？全世界这疑似禽流感的病例就没几个，咱们家要一下能出俩还了不得了，咱们家得是世界之最，哪那么容易得禽流感呀？哎呦，这禽流感呐是不容易得，可是你想啊，咱家有一个得禽流感的鸽子呀，所以我们就都传上了。不是，那鸽子您这怎么就知道有禽流感？我一会儿再跟您说。来了。哎呀，不会那么哟，胖婶啊。刘梅呢？刘梅出差了，有事啊？有事儿。哎呦，胖婶，你可别进来啊，可别进来。姥姥。怎么了你？今儿怎么不欢迎我呀？这是啊，胖婶，我和我姥姥得禽流感了。什么？姥姥，昨儿还好好的，今儿怎么就禽流感了？是，啊，你忘了？这小雨呀，不是在花园里捡了一只鸽子吗？哦，就那只鸽子呀，那肯定就是那个得禽流感的老头养的。所以我们俩还跑得了啊，就传上了。那小雨捡那鸽子也不一定是老头他们家的呀，就即使是老头他们家养的鸽子，那那鸽子和老头也没得禽流感呢。哎，当初啊，我们只是怀疑他得禽流感了，人家上医院一查，也就是普通的重感冒。是吗？啊，那就太好了，你快坐吧，胖婶，赶紧跟我妈好好说说这事儿，要不然她心里啊这老犯嘀咕。哦，哎，不过这事儿啊，还真跟那鸽子有关系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还是鸽子闹的吧？有错了，不是鸽子闹的，是那猫闹的。猫闹的？哎呦，猫也传染禽流感？猫传染什么禽流感？它又不带翅膀。是这么回事儿，那猫啊，把那老头的鸽子给吃了。这老头啊，就去追猫，结果呢，追了一身汗。这晚上天凉啊，小凉风一吹，得重感冒了。哦，感情老头得的不是禽流感呐？不是，你别说啊，哎，怎么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好受多了？哎，您呀，这就是心理作用，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没错，您就别在那儿紧张了。我走了啊，我走了，你好好歇着。这就走啊？等会儿，我得在这待会儿了。也不待会儿，我忙着呢。我得送送你，我送你回来了吧？妈，这下您放心了吧？啊，去。
哎，那小雨是怎么回事啊？小雨，你怎么感冒的？跟爸爸说。既然我不是禽流感，那就是冲凉水澡冲的。啊？你没事冲什么凉水澡啊？刘星他说冲凉水澡能减肥，而且每天必须还得冲5次以上，然后啊，就是洗完了也不能擦干，得用自己身体的热量给它烘干了，还得站在窗户前面把窗户给打开，让风吹到身上，大喊我要减肥。刘星说的话你怎么也能信呢？真是，刘星在哪呢？刘星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减肥。你在做什么？就会超过你。